嫁入中国的六位洋网红，有人竟能气晕婆婆。第一位伯妮，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国际超模，为了爱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厦门，靠着和中国婆婆的生活差异在网上走红，有时候伯妮差点把婆婆气晕过去。第二位梦露，凯诺梦露夫妇作为网红圈的夫妻档，一个帅气，一个充满异域风情。梦露是来自格鲁吉亚的 DJ， 在线下活动中两人擦出爱的火花，开启了令人羡慕的感情生活。第三位鹿哈，鹿哈可以说是全网最火的洋媳妇，不是直呼公婆大名，就是摸公公脑门，酒过三巡后还与公公磕头拜把子。这位来自法国的美女短时间涨粉百万。第四位 Rose 是乌干达当地有名的美女，不远万里嫁到中国农村，用了三个月汉语水平就达到了十级，因为一个做中国菜的视频火爆全网，让不少网友记住了这个非洲媳妇。第五位一博，靠着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在网上走红，这位非洲小伙其实是沈阳女婿，早就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。走红的一博还被邀请参加了奔跑吧。第六位金爱玲，韩国媳妇金爱玲嫁到中国后，靠着吃饭吸引了不少粉丝，不论是家常菜还是路边摊，总是能吃得很开心，也靠着高情商把婆婆哄得很开心。嫁到中国后他们都名利双收，你最喜欢哪位洋媳妇呢？